啊！对，我操，这有什么革命特效吗？看一下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没有什么特效。我这个武器看着屌呀，兄弟们，还行吧，这个皮肤看着还行，但确实没之前那几个帅。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我想打这个圣怎么打？这个逼肯定是多兰顿出门。这个技能是55点耗能。这个用了这个技能 必打出一个征服者，而且还不会推，必打出一个强攻，而且还不会推线。一级强攻是多少点伤害？40点，40加6是100点，加 A3 下75的150，这下能打挺多血的，学 W 耗他。就学 W 用强攻一直耗他，利刃穿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三个骸骨镀层，防御塔吗？对面中单上来了。精彩，属实是精彩呀。我想强化 Q 加点火，我 Q 中他的瞬间点火，把他打下25%的血，触发一个被动，就直接把他斩杀了。我们生长在暗影和心灵的加分中，
然后他妈闪现，他的那一技能一闪也他妈一闪歪来，把我笑赚了。我莫名其妙闪进塔 Q 他，他莫名其妙一闪闪歪来，这上路真他妈绝了。我一技能可以赚的，我懂了。这批对线是真强，这英雄。呀呀，工具人，掉塔皮还要掉，这圣跟我对线敢出长剑，出提亚马特想肥，不是通不通啊？这一下啊，可能有点痛啊，这一下。我们就在这标他，我推荐，我们就标他，把标活活标死。我这下痛不痛？啊！我直接越塔给他们弄了，来来来！我的前面，我把赶进来。忘了我有他妈跳我的体力，知道吗？你把他咬死，你把他咬死。
回血了是我必然的宿命。呀呀！呀呀！呀，老子零个头，我说你妈哟，这个裂开了，瑶瑶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如果他们杀死我，至少我能以凡人之姿。哎，这甚至比老六英雄是真不好杀。我操！我损耗一下好痛。不理他，我去搞别的。我把小骨倒了，我把小骨倒了。你们老六就他妈给他把小骨打了呀！喜欢老六，呀呀！怎么又他妈的这打起工来了呀？我妈我烫死了！你妈没有当老板的命啊！好快的跑，然后他们打起来有个攀升，我好菜又不升，哎呦！
啊！呀哟，你妈呀！1016，我也是醉了。我要吃无敌，每当遥望山巅，我就会感到自己如堕深渊，于是我便开始攀登。我操，他有个天罡北斗阵。我把螳螂 A 死了那一下，我操，裂开了。啊，这波傻逼了，这波没打好。打完石头人必在这里回城，但我可能会来不及。他打石头人挺快的，这个大来不及了。往下，你们妹的，磕住！哦吼！我被动了。对，杰斯等级好高啊，13级。我带枪打钱去了，我这把他妈有点穷的。四暴打这个英雄，但是我感觉单挑，对，很难打得过我。这杰斯单挑打不过我，我单挑也随便打他，我感觉。
呀，磕不住呀，贝贝们。然后我这个大招，我跟你说个心里话，好吧？除了帅，他一点伤害没有。这个500点魔法伤害是个蛇皮，除了帅，他一点伤害没有，他他妈没有伤害这个技能就，这真就是一个支援技能。他妈的戳圈太能打工了呀，这个英雄现在我会完之后怎么扛塔打伤害怎么打控制裂开了，还有好多钱没消费，5000。哎，好了，潘森差不多体验完毕了，这英雄还行吧。